2007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2008天坛吊桥。2009123456楼塔。1234010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。011兴建中的五圣宫。012供奉五大菩萨。013民国98年落成启用。2009014开放国外佛堂。015道场互动焦点。016心房联谊。017庆典互动。018重要网站。019展望。020道场简介。021山庄风景，此世外桃源。022名产，有产菠萝蜜。023特色感想。0242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。025建筑很宏伟。026建筑外观，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。027由道亲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。028慈心亭弥勒园。029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。030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。031山门特色及对联。032期望圣域延关。0333600圣48000延36004000000345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035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036附近社子村镇安宫。037台南艺术大学。038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039天坛吊桥。040创建者，已故陈前人，二首大罗仙的家乡，官田乡社子村。041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。042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。043弥勒祖师制供护佛观世音菩萨像。044何老前人只即管及祖师师尊之母像。045兴艺三言张优胜老前人。046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。047国内外佛堂道场互动焦点。048圣分文物。049一楼有读经教室。050国乐班教室。051神韵合唱团教室。052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闻班教室。4053举办道德经班。0542儿童读经之培育讲座。055学界英文道二班。05664代道统名之木刻像。0507办公室与交易厅。0582和众志爱心会。059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。0609龙伴先天舞蹈。0061及神龟龙马雕刻。
0622及道二圈善普文0632345刘宿舍东西厢房2345064中炮人爱信义和平八波单位